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大地风水》。陆存兴，你像的话，一直做生意，干来叫阮收，啊叫阮收了呢，啊一阳台，唔着绑票，所以才是存一平。你们做山呢，出出人就是迄个型，就是奇怪怪，奇奇怪怪，啊就我写三十外岁啊，四十岁，都个人，啊个人生活啦，好啊像。你要做生意，像安尼咧，你拄着一挂奇奇怪怪怪怪人，啊，所以这个也不能做，也不能像，只能当辅星，做边啊，旁星用用安尼啊，好，咱家伫这个八国水神去处，你不要那去咧，八国水神，周围拢有水啊，啊，你去处去，不要那去。这些大钢丝，那怎么像？发火水时要怎么像？首先呢、啊，玄空爱心啊，我们还是要有妄相为主，妄相，啊妄相呢，那边嘛歹啊，那你第一妄相先修的那正气之外，其他它自然会化掉。发火水时是安尼，你在咱台湾的经济，较歹为你，我袂倒来，放心吧。那边移民，台湾呢就用了呢。那么，那八国水神呢，那一当是后边有靠水外有山是最好，求这水外有山。好，那迄个是向上望山望向，安尼来抓了，明白？好，你家老头的话话，要做八国水神叫阿公。但是八国水神要有水入来，未使无水入来，要有进水，九星九星啊，其中一个三碧，禄存，这个形面顶白白，啊下骹山色，下骹，这拢是属于比喻一个山势，山流下来，这拢叫禄存星，禄存星是贼星。是劫星，为什么劫星呢？你上面没有办法发展啊，一些根呢，它的往到处渗透，到处还是踩到前面嘛，按着来嘛，到处渗透，每天好不上去好总可以，但是它下面还是继续也有功能，头尾我反正都无啊，主板系，你看一个做材料主板系，一样的。反正都往下去发展，山神啊，安尼讲，不可以像，不可以做，或是禄存星挨到那个地方方位的，天运、地运、八运，像禄存星三碧的地方，比如说八运呢，我来向安呢，即使是龙边嘛，八运是水土，即使龙边呢，挨到这边是三碧。我还是啊，你这个时候出的人，那你两边出的查甫，大家都偷摕物件，好两百标。你啊好平呢，嘛查甫好两百标。这个禄存星，这要避免。那看了禄存星的山势，那先注意啊。
唔知咱真侪人做树头的人，钱无人出呢呢。做树头的人无人出呢，出来就转禄存星，到处禄存，啊你做做做，三代了这了这嘞一代空。啊，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！阿弥陀佛！啊，咱现在来到玉山国家公园塔塔家。啊，塔塔家这里呢，当时设计就是啊，咱邱金令建筑师啊，甲陈开南建筑师联合设计的。当然，恁入去佚佗。啊，来看看看呢，可以体会到邱建筑师一览三峰山，他的远见很好。啊，塔塔家这个造型呢，啊，第一次来呢，我这结果搞设计，和整个自然的融合为一。啊，色泽配色，啊，跟大自然的合而为一，这点呢，啊，咱。要体会到讲建筑的艺术，啊，建筑的艺术呢，啊，不是咱一般人说我多画画就好。第一，要耐看；第二，融入自然环境；第三，看得不烦；第四，看了以后呢，希望会再来。啊，这是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。那么塔塔家这个所在呢，啊，它的。这个名是安那，我我是唔知啊。我第个来马上卡大车，马上卡大车卡大车。啊，不管卡大车还是奥多拜啦。啊，那我们来到这里呢，啊，已经这个观光的圣地。啊，那么老祖诸佛菩萨上天给的示现。啊，阴穴的阴太极，整个来，这里叫做一个大的大太极，这里整个阿里山国家公园一个山脉是一个大的大太极，啊，大太极呢，这条那呢，啊，新中横公路呢是一个 S， 啊，一个阴阳两界，啊，那么那边呢，阿里山那是柱山那边呢，啊，就这里走。大一栋嘞，足大个迄个一栋个穴，啊，它是龙虎沙，好、哦，很完整。然后在心口开了一个洞，啊，那么迄是阴穴，咱只工厂好像看，哦，但没有人看不一定。啊，那么这阳穴，现在我们阳穴最高一山尊最高点，啊，最高点呢，啊，你看，看下看过去。哦右边一点点，有一个白白圆脸，中间一点黑黑，有看无？好不好？我老伙仔嘛无看，你看有看无？啊，哦，上悬都吐上悬去了，啊，嘴开开，嘴啊，嘴开开，那个朝天的阳穴，啊，遐一条穴嘞，遐一个蒸汽的穴，唔是咱一般。啊，头壳为了一些蒸汽，天诶，蒸汽的穴，啊，我这边是头这边照啊，这边照恁看啊，哦、啊，那么一点呢，啊，咱上悬的穴里啊，就是阳穴。那今天呢，啊，我们大家来家看一下，是给我们看阳穴，要提醒我们向光明去。好、啊，那么过来呢，以龙身，啊，这个龙身呢。地队来呢，从大陆，还得中国大陆呢，昆仑山一脉落下来，落到澎湖呢，穿到台湾呢，直接冲到还得叫做玉山头向环的所在，南北纵线，那么快到这里，啊，最高点的是咱看后边。好、哦，后边迄、那个进来去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后边进来，迄、那个要已经要
一直挤上去啊，想出来的时候就是安尼，嘿，一直出来对着北地去，去咧去咧，切个上关，在南北中线走，南北中线行。好，咱即摆上珍贵咧，除了那些以外咧，啊，这叫做这三级线，三级线起起伏伏咧，人流你看三级线拢突突起流啊，你看三级线斜上去的。黑标示的往上挤，气的冷凉呢，直直塞起。啊，那塞起的时啊，咱爱有守护护法啊。这边龙沙这边呢，啊，这龙沙龙边的护法呢，嘛是安尼，赶快卡住的就捉来呢，啊，吐的。好，川北片，你都看无？这个山，川北片在那是爬起的，到塞起冷起不凉，人家想要去的，对啊。在最顶点呀，啊，就要停住南北纵线走，啊，咱个准备，那个众山皆高，唯我独低；众山皆低，唯我独高。这里呢，啊，众山都是肥，但是它是零线，啊，最瘦的地方，这里零线，像台北，啊，观音呐，啊，那叫做啊，观音山呢。啊，都在迄个水口内，哇，什么龙神、龙神的龙形呀，迄就是嘛，塞入去哩，香龙回珠，咱吐入去去，足趣味的代志。啊，所以这个呢，啊，这就是个山的龙极限，啊，这直直去哩，爬到上关去哩，迄点呢，啊，阿多迄个龙，你看新安生活室的多起来石头。啊，天坛门口这吐水迄粒，啊，龙边迄粒，吼，迄粒就安尼，直直头有够水呢，吼，你啊注意看迄粒黑，啊，迄粒黑，乌乌一粒乌乌，啊，一片白白，中一粒乌乌，啊，迄是一个阳色，今日天气无真好，迄爱等了林刚兰都好了，咱过来看，会足好势，啊。那假如说要看简报的哈，可以进去里面哈。他现在帮我们安排那个，好解说好不好？当然，那我们叫视听。这样哈，那我们叫一楼。自己的。安尼，我叫没。比较不会。啊，各位同学阿弥陀佛。刚才呢，我们看这个玉山啊，国家公园啊，视听教室、视听室的影片呐。啊，嘿，啊录完了起来，20分钟了，最起码要2年。可遇不可求的镜头很多，尤其像这个。什么时候春夏秋冬，而且能等到太阳，哦，后面天空那么清，啊，那道云刚好，哦，就这里，啊，那么巧了，哦，这写功可遇不可求，那么那个就这一年呐，来解释给各位听，这是阳蟹，顶着最上面是阳蟹，阳蟹呢，它这个蟹呢，原来呢是在这个地方。涂上来，而且左沙、右沙，不，左沙嘛，哇，就是左沙，搞得就像管，它到底整个是一个阳穴，整片是阳穴，整片归平用阳穴，啊，阳中有阴呐、啊，阳中有阴，加不加那条款，这条款要讲哦、啊，整个是归平，有没有？像一个太极，龙沙、虎沙。虎沙这龙沙个家的，啊，这里是向西就塞就这的，啊，刚那另外那个阴穴呢是向东，一个向西向东，向东向西呼应，在台湾呢，啊，这里一凹呢，啊，这里啊不是那做行李不是赚钱就了解呀，不是成佛就是下地狱，哈、啊，这是两句话就对待。不是对立哦，是一个对待，啊，这
你看接下来哦，哦，那是有够水，这样塞个清管去，这样南北纵走，哈、啊，这样这样这样明明的有一个轮廓，我觉得轮廓圆圆的，你看有轮廓出来，好、啊，啊，再来呢，就换这一张。好，这一张是春天吧？夏日啊，夏日风情。好，啊，这里呢，这里一个圆圆，一个大大太极哇。咱来看大吉的大太极，大吉的大太极，啊，大江大太极，这样呢。好，一个大太极里面又有一些一些有分嘛，阴阳两极，啊，整个是一个大太极。好，这里啊，就是玉山，啊，最顶点，啊，啊这。宇宙万物喊他的天地的创造了，所以西洋人讲只有上帝才能创造啊，我们讲啊神才能创造，佛才能创造啊，宇宙虚空呢啊，我们的天主啊才能创造啊，不管怎么创造的一个因跟缘和合，佛家我们修道修行来讲叫因跟缘的和合，因缘和合而生而灭，啊，因缘和合，缘生而起，缘尽而灭，好，那么我们还是以非常欢喜的心，我们以赞叹天地，好，宇宙虚空，啊，那这个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，啊，能量，啊，那么一落下来，就往开始就个处理啊。好，落下来就一家地处理啊，对南部地处理啊，你看这处完了处，我处完了呀，好处完了，啊这里都要处理啊，过处南北，过温南北啊，这个是从由西向东上去了，好，啊那这边的他们就在当华人那边鬼啊，好，好了阿弥陀佛。好，节奏好，阿龙哥爱吃好早啊，看地必须要注意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当时咱在想，迄个决定是这个位所在。啊，大家行三拜礼，拜，再拜。三拜，红山村的村长，啊，咱所有的红山村的乡亲，咱各位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咱今日来到红山村，啊，来到红山村的所在咧，啊，这个所在来看四边，吼、哦，四面环山。哦，四面环山，啊，咱今日来的时间也真拄好，啊，六月七五，啊，咱今日来啦，你看天顶吼，啊，敢若开只天门，啊，敢若开只天，边拢云，啊，这呢，啊，诸佛菩萨，啊，甲咱五皇宫的伊的慈悲，啊，这景物咧，咱叫做高山宫、古山宫。啊，高山宫呢，啊，内底所供奉的，即是咱五皇宫。五皇啊，啊，伊的精神甲耶稣同款的精神，啊，牺牲家己性命来度众生，啊，牺牲伊的性命来成就大众的这平安。所以啊，五皇啊，啊，五皇宫，啊，伊的精神也爱。甲耶稣完全同款的高位，叫做正定正觉。咱伫这所在咧，当然，咱今日是来遮学习看这个山河大地的地理。啊，这个地理咧，照咱所讲的地理，山川的灵气的特学咧，啊，这个所在，啊，这是五皇宫的主笔。啊！伊个人决定讲要选伫这所在。啊，这里咱普通去庙咧，第一爱有库，第一要有靠，前有灶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
啊，到这个都羡慕嘞，啊，这个羡慕爱有苦，啊，高顶嘞，一所在嘞，不能太低洼。两边虽然有力，和平有力，全有迄个来相照的是啊，但是这个经过地点啊，这就是王公伊用伊的神威，要来转化这个地理。那是转地理，转天文，哦啦，所以我讲啊，伊用伊的神威，要来转化这个地理，这是有修行、有成道的一神啊，啊因啊，还叫法度，站在咱凡间呢，世间人要来转化这个地理是无简单，确实无简单，所以咱这所在呢，啊这点呢。啊！就站在地理上呢，这是爱后天呢来做，来布局后天呢，啊来弥补。啊，咱家这点地理后边呢，大金星、武曲、武曲星，迄两边都武曲星、武曲星，后山的面顶边的迄一点地理真水的大地理是这样。啊，迄只是无是阮的啊，学校吼。安尼，啊，那风山国水学校底下咧，嘛是出高人，嘛是出高人啦，哦，所以个这个王公伊自卑咧，伊在咱选来下面家咧，啊来，哈、啊、就用安尼用神威要来转这个天文啦，要来转这个地运，这是爱真有修行的大慈大悲大爱的心性，就发到，那因为咱香港的人咧。啊，咱要转折确实有困难，确实有困难。啊，咱三分风水，七分做，三分的风水啦，七分的做，啊，七分的后天来弥补。若是这个所在，咱这个地理咧，啊，要好啊，渐渐咧，啊，产生一个灵气的时，咱爱后天咧，依照易经风水八卦的道理咧，咱来甲弥补。安尼来咧，就可以啊，将面顶的这个灵气，甲爱顿基本顿啦，爱顿会将爱顿落来。哦，要顿来咧，咱就爱来请五凤公咧，甲咱开始看要来顿。啊，五凤公伊慈悲咧，甲咱只众生咧出一个课题给咱。哈哈，咱相信咧，五凤公伊为着神威啦。会当予咱迄个灵感到地位，好，以上甲各位简单的介绍。